谢谢夏英国中由杨永华校长所带领的师队为我们的典礼更添祥瑞。接下来我们将隆重地介绍今天的剪彩贵宾，并且邀请我们的贵宾们到会场前方来，为我们爱祥佛堂这艘法船的首航日留下历史的见证。首先恭请心意义和的大家长周茂年前人。第二位恭请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市长。第三位恭请仁和单位吕其才点传师。第四位恭请台南市议员陈文贤议员。五位恭请一贯道总会花莲县协会理事长张光阳理事长。第六位恭请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第七位恭请信义单位王宪章点传师。第八位恭请台南市议员赖慧媛议员。第九位恭请台南市下营区区长江嘉宾区长。第十位恭请义兴单位尤金蒙点传师。第十一位恭请刘鼎祥董事长。第十二位恭请爱祥单位冯新聪点传师。第十三位恭请侯友文董事长。第十四位恭请平时单位曾进长点传师。第十五位恭请黄德茂董事长。第十六位恭请孝德单位李怀玉点传师。第十七位恭请下营区新兴里里长陈荣宏里长。第十八位恭请中兴单位王志尼点传师。现在有请剪彩礼仪小组进场。
贵宾请戴手套。体检，法船已经起航，风雨难以阻挡，黎明即将点亮，彼岸就在前方，恭请剪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庆贺这殊胜的一刻。来宾请剪彩，谢谢你们。恭喜恭喜，哇，恭喜恭喜。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第一位到第十二位剪彩贵宾来为我们的爱祥佛门接连。第一位到第十二位剪彩贵宾请留步，谢谢。恭请心意一合，周茂年前人就位。恭请嘉义市长蒲醒哲市长就位。恭请仁和单位吕奇才点传师就位。恭请台南市议员陈文贤议员就位。恭请一贯道总会花莲县协会理事长张光阳理事长就位。恭请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就位。恭请信一单位王宪章点传师就位。恭请台南市议员赖慧媛议员就位。恭请下营区区长江嘉宾区长就位。恭请义兴单位游金王点传师就位。恭请刘鼎祥董事长就位。恭请爱祥单位冯新聪点传师就位。佛门大开度有缘，广纳四方众先贤，开启心门智慧光，点亮慧命灵极限，心意一合大道场，花开阔叶爱飞翔，诚心二字把到手，功成圆满还故乡。恭请接连。各位前贤，现在我们就恭请前人以及蒲醒哲市长为我们开启佛门，带领着我们一同进入爱祥佛堂。Oh, oh, oh.
觉得三杯包做不做得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帮忙。来，开上来，对，开上来，开上来。哦，感恩啦，感恩啦，谢谢，哦，感恩啦，谢谢。